我来讲到，即个请大家中学啊，如果咱所敬敬是蔡鸿荣老师，伊讲题是风雨感驾船。所敬敬咱联合教会中级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啊！真欢喜有机会。在伫咱个所在，甲咱三个敬拜上帝。今仔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是中秋主日，十后礼拜就过完节。伫阿伯讲到来先，咱要搁再一遍，知影讲啥物叫做中秋主日？过完节无拄拄定对一个日子，总是就是用春分。准备就是三月二十，过了后对一个月游年的时阵，迄、那个礼拜日，迄、那个礼拜日，三月二十变过，今仔是三月二十，三月二十。啊，月游年是咧讲农历的时间，有人知影今仔是古历阳时无？咱正真正咧算古历阳时。我今仔特别去看日子，今仔是旧历十二啦，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啊，今仔十三，今仔十三，这个拜二，这是月牛年的事，拜二，这个三月二啦，这十五，旧历月年的事，啊，月牛年的事，再来迄个礼拜日，就是过偌济，啊，来养生吼，养生吼，啊。啊，再搁算搁倒来，对过偌济，搁算搁倒来，会前一礼拜日啥物节？中秋节，好。啊，中秋节就是敬拜神，烫衫铺伫炉里，也中秋伊喊话，何山啊何山，奉主名来，应该一定不够。耶稣伊有八万个路国的角色，甚至个。耶稣也要扮演神子的角色，来讲真多要紧的家事甲福音。耶稣本身也要扮演祭司的角色，后来做羊羔受钉的十字架顶。那张主主日，当张主主日，耶稣扮演君王的角色，徛里啊，入耶路撒冷城。这个城门叫做黄金的门 ，Golden Gate。进门就喊你看，那位我要对这个跟咱三家来想，耶稣唔忙在信仰的内面建立上帝的国度，咱在信仰内面，但是。坐同只船，咱也是一个信仰内面共一个大个家庭。咱若话你讲较宽，咱住伫台湾这个所在，咱是共款台湾这个国度的国民。啊，这是种个认同，这是种个确信，也是你身份的确定。当你伫个亚洲手机听喊话时，你有认同耶稣基督是主，耶稣基督是王吗？无，啊，这真要紧。啊，咱这讲这阵，就是咱伫讲一个信仰内面，你生活，啊，你唔头前咧行。啊，讲是讲款信仰，咱嘛是会拄到试炼，拄到恶当中，拄到困难。拄到灾难，拄到病痛，叫做风雨无情。啊，所以咱伫信仰内面求上帝帮助，伊的恩典、伊的开来教育咱用。甚至咱的厝边隔壁，若拄到灾难，咱唔忙有机会通帮助三分之一。啊，咱伫周伯伯看到讲，日本伫两年前的三。一日大灾难的事，啊，咱伫台湾还搁咧纪念这日子，啊，这日子本人因兜的代志，开咱咧纪念，无咯。
伫即个三月二六拄到受难酒的时，啊，咱来纪念遐有做者日本诶兄弟姊妹教会百姓，啊，后来阁有迄个叫灵，安尼附下来线，安尼出来，啊，真侪人受灾啦。啊，这叫做伫生命内面的共同体，同一样的心智，同一样的体验，同一样的分享甲分担。啊，所以我用今仔用这个题目，我对约书亚第一章头啊这几节，这个是一个背景，嘛是上帝的拣选，真清楚。亚华上帝伫特别的时阵，就是。伊的罗伯摩西已经过世了。伫摩西过世之后，伊亲身拣选有人三个来接这个要紧的职，来带领真百姓，然后过约旦河进入上帝所应允老尼甲别的地。啊，第一部分我要甲咱三个来想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讲：“但现在你就起来，你就起来。”耶稣在这个世间拄到做一种人，伊嘛几啊遍捌对人讲：“你就起来，呀！你和我起来行，你就起来。”在新约一个圣经讲：“但现在你就准备，你就准备，准备来承接这个职。”准备来承担这个责任，起来是啥物意思？起来代表一个人勇敢，伊会当站起来。起来会当站起来，若勇敢代表伊有活力，伊会当行爽。起来对你我对自己负担，起来代表啥物？成功、完成，啊无你站袂起来嘛？但起来在信仰里面，不然有头多那几样的因素，更加要紧的起来就是让上帝拣选，受上帝拣选。起来更要紧，就是你重新站在上帝面前，起来确认你的身份，上帝给你使命，你就承担责任。起来，站起来，抬头挺胸，他刚站起来，胸坎顶开去，肩到头会当打真重的物件，腰真直，起来，起来，不是翘骨缩腰，起来，不是安尼，目睭微微，起来是目睭顶开，胸坎顶开，腰真直，承担上帝的切片，起来是给上帝拣选，所以神话耶稣讲，你。就准备变起来，起来！你们遐个姊妹，伫咱个教会团体内面有四种个人，有一种点菜，伊软弱，又拄到一个气力，艰苦，所以伊就立起来。咱在个地美国有一间早前真出名个教会，叫水晶教会，伊知影讲。这个社会有很多安尼真艰苦心的人，伊每一摆到会坐伫遮做礼拜，无法度，所以吼，伊家己开车等外口，安尼教会有风扇，啊教会是无咧，目睭会当看着，啊总是伊无每礼拜礼拜两下坐，伊个干呐要听着车，往着有人讲，这种人有，伊闭起来无爱互人看着，总是伊心内较无真理，较无上帝救恩。教会有，教会有一款人，隐蔽起来；，搁有一种人，伊是倒嘞，倒嘞。恁着知我伫遮都是我倒嘞，着爱互人看，着爱互人叫，也是着爱互人饲，有倒嘞。有当时会感觉讲，我倒嘞较自由嘛，我倒嘞嘛是咧享受啊。搁有一种个人是坐嘞。这里，我这里遐，这是我的位置。我这里遮，我目睭会当看。我这里遮，我嘴会当讲话，我能思想。总是你要叫伊站起来，
做代志承担，啊无啦，啊，这我无个，不甲人做你命了。咱今仔日的圣经章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讲：，你个彼班，你个起来，你个起来，起来是代表你是一个有信心的徛在，起来是代表你有准备。基督徒就是比正人更加知影通彼班。上帝所有着你行头前的路，这个起来，这个准备是充满毋茫佮有信心。这个准备毋是讲，哎呀，上帝你交代我，我真惊呀，我真忧愁，我真烦恼，毋是，我真信心，充满毋茫。这个起来代表我对将来迄、那个前景，我早已经准备变，准备变。我感觉咱英国教会，虽然这段时间，咱的同胞姐阿未来，总是定真好准备。我昨伫学校都有新的校长就任的感恩礼拜，来五六百个人，啊，搁办桌请，安尼到两点外。啊，我的亲人一直要求讲。六点以前要回来到彰化做伙吃饭，理由就是讲，阮下暗爱参加献花队练习啦。这个理由安尼好无？好吼，我六点未使到，六点上晚吼，我来参加献花队，佫会点指导就对啦，点指导就是爱叫我六点。哇，昨昏安尼就两个拍算，两个所在搭车，本来差不多三点钟会到。开三点半钟，六点未到，六点二十才到。你食饭的时阵，佮听到有一位兄弟讲，真实的明仔载我人无伫永福教会，我爱去别个所在事吼。总是吼，嘛是爱来参加圣花队练习。安尼讲无？平仔日讲礼拜日无来遮事吼，我就是嘛得爱来。来，昨有来唱歌，其他无坐伫遮，甚物人？你若是我问一下，看一下，昨有来是啥物啊？红毛，对无？队长，你当个队长，哪一个是？伊有同我讲来讲叫做文会，对无？哦，讲这个文会吼，一礼拜最少传两遍简讯呢。你拢有传接到简讯无？有吼，所以吼，其他无袂当只事讲，嘛着爱拜六时啊，嘛着爱来练歌。啊，这就是今天你在讲的对了，彼岸，心常常彼岸边，哦，上帝赐给，哦，上帝，咱就互相照顾，在心窝内面，咱常常彼岸。今天三月二四，我真爱的记住三月二一到三二一，三二一，我会一直爱记得，这是马太的圣经。慢慢叫我期望三二一等等你，所以你坚持礼拜，我一直在讲，伫学校拢在讲马街建设，总是我特别去提起，甲马街同时阵的一个真要紧的人，日本人，行政嘛叫行政，这个人马街是1844年出世，啊，这个行政先生呢是1843年，所以比马街也一岁。同一个年代，一个是加拿大人，一个是日本人。迄个时代是日本无开放，学生袂当出国读书，啊，真保守。总是这个新一代呢，伊13岁时就学荷兰话、外国语言，学剑道、学骑马，感觉。后面有真侪先进的物件，我上爱要提出是日本迄个是禁止被一个国家封锁起来，所以伊就走去到北海道，大概是啊去找一个英国的贸易商，啊伫遐工作，啊大伊讲我真爱去美国、欧洲的所在，有一帮半暝时。伊咧船内，伊就当作船夫，啊，唱起了内面，
啊，就去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后来经过一年，来到伫美国的 Houston， 啊，这叫做波杜克，对无？哦，无问过新闻嘛？啊，就是这样做，就是一心啊有一个目标，我要追求真理。啊，等一只船来到港口要进来时，啊，你无 passport， 无身份，总是你嘛着爱甲阮讲，到底你来的目的是啥物货啊？那像咱要入境爱写，是要来观光，要来读册，啊，要来探亲，啊，是要来游乐，爱写一个旅游啊。叫恁这个二十几岁这个少年家啊来读写两个旅游。头一项，我爱要会晓读英语的圣经。英语的圣经，后日写理由，我爱要读英语的圣经。第二个理由，我唔忙来遮，会当搁较认捌耶稣基督。哇靠，有这种理由，啊！这人还讲哇，这可出，这可出，心真正确，爱要认捌基督，啊，爱要会晓读圣经，哇，你讲对真。过无几年，日本已经开放。日本嘛派外交官大使去到伫美国，哦，才有这个消息，就赶紧去大使馆，讲将伊的过程，啊，我这五六年来，伊讲从什么时候，我什么理由，啊，唔嘛，来大使馆讲，你给我有身份啦，对，大使馆你给我有身份，我是日本人啊，啊，我嘛会晓讲一句，嘛会晓讲英语啊，啊，无，我伫只做淡薄工课嘛吼，啊，这个日本。但是哇，你只雇主，安尼，你会当只工作，啊，搁会当做翻译的工作，安尼，我若去到各所在，拢带你去，哇，带你去英国，带你去法国，带你去德国，安尼，事出了考察，了教育的代志，啊，搁会有身份，摕着日本的 passport， 安尼咯，去读大学，到1975年、74年，伫大学，伊去读新学，啊，摕着。是哪些事？然后伊就讲，我要调转来，我要调转来传福音，我要调来新学校。马街是1872年来到淡水新学校传福音新教会，这个新道先生呢是1875年，差不多几年啊？马街是28岁来到淡水，这个新道先生是31岁调转来。各所在人讲耶稣基督的道理，传福音。我想要说啊，吼，日本人包括一个孙三，你这个耶稣基督唔捌，总是后来伫票道、街道有一个地方官，知影，这个少年人有这个好的热情甲学问，就讲我带你协助你找一块地，我你来办学校，哎，办学校。的宗旨就是，我要用耶稣基督的良心来研究更加宽的知识，啊，大家三个来分享，啊，所以迄个名叫做同济社。我听过同济社大学无？我听就是你讲同济社大学的创办人的见证，你听有无？同济社，假同济。来先，伊引出伊的爸母信主，引出这个官员信主。这个官员的生活都寄予伊，阿妈无两个讲，咱两个安尼就够个，咱两个人会当办学校。所以头一年，爸阿先两个老师，阿妈无做老师，阿爸到即阵啊，东西上大学对幼稚园到高中到大学，拢总26000个，现在有26000个，干那外国学生。有500个，啊，其中有2个淡江去啊，读的，淡江高中了，啊，就去伫遐，啊，伫台湾是出名的人，一个包括我的老师电机老师，佮有一个是李天辉先生，啊，拢是这间学校，啊，佮我的学校几下个校长，包括陈清中校长、陈英中校，拢已经大学毕业，来归信仰，就是。你起来，上帝，让你有大声的看去，你有信心，必办的，勇敢来往头前行。拄最近是这个31周年，
日本的电视剧在报告，到底在咱这个灾区，这个福岛这个灾区吼，在历史上有什么勇敢的人，唔惊艰苦，啊，奋斗的过程的人，竟然因找到我咧所咧讲，这位董志祥大汉，创办，伊就是福岛出身的少年家啊。来为在咱的性命来临，咱也无叫伊着爱遮尼劳苦，啊做土著客，安尼坐船，安尼流浪，啊讲要去读圣经，讲要去，咱知影最近有一只船真出名，啊同变作最佳导演的，叫啥物人？你如果咧看电影吼？少年拍对无？哎，迄就是我今仔日讲的风雨同舟啦。上帝予你遮尊，剩你一个人，啊，干呐？佫无别个人来出现遮好伫遐啦。啊，佫人呐，佫来拄着风景啦。啊，人生界，台湾讲安歹命，有够要求歹命的许，啊，要求艰苦，啊，就是人的上上的即种的下面，已经呢，上帝奇妙，上帝开朗，上帝恩助。啊！你就是讲一万变假的，上帝若拣选你，你就勇敢来承担。第二部分，我要甲咱三个人面对，要我对约书亚讲，你着甲正人做伙行，你着甲正人做伙过河，你着甲正人迄个我所应允的地，毋是你家己一个人行，你甲正人。你有听到这番？信仰无唔对，是咱甲上帝关系，总是伫信仰内面，乃是耶稣基督的身躯。咱是一群人，咱着甲众人做伙来努力，用上帝所给咱的意向目标，做伙来努力，做伙来跑，来为，这是伫咱的人生内面，咱必须着学习，甲众人三牵手，做伙来努力。来为，甲一群人做伙了了，无遐尼简单，因为大部分的人拢无啥爱改变，大部分的人拢无啥爱换一个环境。你要叫伊讲，你起来，啊，咱做伙来做某一项代志，啊，咱来改变，让咱的社会更加好势，咱拢无啥爱，咱习惯伫安稳的所在，让咱的心情来软弱，也是伫困境的中间。咱搁较无想要改变，有上帝帮助咱。当甲一个人在往头前行时，一个真要紧就是：你有意向无？你有目标无？在你的头前有迄个极其重要的代志啊无？若有，我想你会当忍耐，你会当打拼，你会当稳困。甲人做伙牵手来努力，当你来甲一群人做伙咧行时，你会感觉互相扶持、互相帮衬。这个社会，无论你拄到啥物款，有人在你看。顶礼拜拜三，我感觉我将真见效的代志，因为伊一天，我一本的大册叫进来，专家有个人，啊，我带去真侪所在，包括去树林夜市啊。了后，我就送去路上了。啊，然后我姐姐要进来淡水，一个上车是人真多，啊，我徛伫车，客卡伫面中，啊，我就来阿妈棍村长长啊，四围咧看，看啥物货？你看啥物货？看看有空位无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当台北民权西路建潭。到树林，无意中对后壁有一个查某人，我看大概差不多四十外岁人，对我后壁金甲头，甲我拍两下。我直接叫查某囡仔头拍金甲头的，啊我歪头看，啊伊就徛在我这边，啊无讲话，手拿臂安尼，臂安，臂安是啥意思？
国民兵较无爱做啦，无爱做，无爱做。这个人敢有先来去做无爱做就对了吼，无成的吼，啊无成，伊还可以其实我上车的时候，恰恰准准，咱是袂咧看，你去哪记咧就对了。啊等迄两个无爱做徛起来了，我来拍电话叫我去坐就对了。啊我头我实在是累累，你去坐也唔对，唔去坐也唔对，是啦。多谢，多谢来，他去坐就对，啊，无多谢了，佮继续骗，他去坐。人生哦，我唔捌呀，就是你感觉，哦，有人在带你看，哦，你反正，我买其实我伫国内几多个年头，大概到十年前，啊，这个潘春荣医师做当时就，我有迄帮，我无算了，再对伊来讲，啊，我拜六。拜五啊，我去哩。啊，拜六，我后边去买车票，啊，要倒转来，要倒转来。都是无发生这个当时就有卡定的话，超不是超生，你赶紧转来，我有代志要参详。啊，伊讲啊，到底什么代志？你当地讲，啊，就你赶紧转来哦，将机买，那你就买飞机，咱头一边哦，超不是你来坐飞机游行，坐叫我爱坐飞机的官员出去。游行就对了，我过去我准备到时的工作啦，游行我就安那有经验的吼，啊，总是呐，带观光无你几下游行的，好便的吼。我讲啊，什么理由？哦，咱的院长吼，即个挪威吼，啊，未摕到自由权，啊，逐年吼，已经八十外，啊，逐年就啊，都拼登去到伫挪威就，啊，真辛苦，真辛苦。咱来游行吼，啊，来办起特别来签名，啊，唔嘛吼，咱是真解决的。即对台湾有贡献的人吼，唔免逐年拢在动就对啦，咱国家杀无有治疗权就对啦。啊，你等下计划，赶紧明仔载买游行，你赶紧明仔载。我上班了，我车票都买明仔载的，叫我提早快乐来听。好嘞，你排队啦，爱什么投票爱提，啊赶紧买票，等一下看有车到台中明仔载啦。你阵还袂有高铁啊？十年前，无怕什么？一个小姐照顾我掏钱来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这一张票要退，我才让他，你可以帮我一下吗？我觉得可以，我啊都去办了，啊你啊去办没得，你讲我啊今天都火完了，今天都火完了，对。我来答应好，我要帮衬别人，讲我替你退车票，啊结果帮衬什么人？帮衬家己了，对了啦。我帮你退这张车票，你我袂爱，啊所以我的车票拢退掉，我拢退一张，啊拢坐进来坐，我今天凌晨来去闹你，啊这个小姐把他写得下，我嘛唔知伊先生你阿咪，啊这是咱的人生啊，来我问，你捌拄到亲像蔡博士安尼，无熟悉的人帮忙到你，请你加钱，捌，有无，转过来。安尼吼，咱拢做迄个陌生人，咱就想想，会晓去。我所帮衬的人，无一定来我熟悉。你这是咱的想的。咱做人努力，上头有一个目标，比住三条，咱就叫做三马利人。所帮衬你，敢有熟悉？无啊。要刷以前五万一所出的百姓，大家共同来努力。形成一个正的共同体，上天爱你经过迄个老李甲彼个地，老李什么意思？你是什么意思？你得对圣经来讲，对专业人讲，亚伯嘛是有你啊，对不？你是丰富的营养，对不？啊，彼个，你可能感觉真吞甘蜜甜，真好的感受，真好的快乐。教会就是老李甲彼个。教会信仰的团体，就是咱共同的努力的过程的时，咱的信仰的成长，彼此互相的关系也非常加力灵敏。另外，咱也知伫迄个的努力的背后，是看到上帝所应允的地，迄是一个应验的代志。啊，咱知影第二位有一出，对我来讲是真要紧的电影。拔河的电影，你知影无？你知影有一个拔河的电影，第二次去对无？第二次去，现在
在台湾吼、哦，运动界会当拍这电影的无济，不多。这是这个集美女中的拔河队会当拍这电影，佮出彩。意思讲，我家中我的性命的经过，互众人知影。啊，两位，这是共同的努力，因为咱知这个情况伫世界来上，这五年来，这三年，今年是三年来。拢都摕十遍世界冠军，无论室内、室外、欧洲，啊，十遍。三项特色第一，上少年，伊高中生啦，啊，上个期间到大学一年、二年、三年的上少年。第二项，这个羽毛，体重上轻，唔像后面阿玲落臃肿，不是。第三项。这个题目是所有题目上矮，减人一粒跑，跑迄落150公分，伊咧第四届冠军咧上矮。是咧，人矮，志气怎么样？不矮。做个旅游，等你来看电影。竟然我的教练，这个真美教练，请我去看首映会的时。然后一卡电话，我话蔡老师，你电影看完了吗？我说我看完了。电第一句话竟然讲，蔡老师你有没有流眼泪？我讲哦，我踮伊坐伊边甲，无下我无顺坐坐坐伊边甲，跟等下老唔使。啊，我嘛唔蛮惊嘞，我这个耳朵中间的惊，我等下怪伊老唔使，我嘛能讲。啊，你看电影有没有流眼泪？竟然老阿公一点点。一点点，啊！你那个在农家，勤吃苦，一点勤吃苦的囡仔，迄、那个手心哦，比咱的脚底更加粗。啊，勤吃苦的囡仔，你来看册，看下。单亲的家庭，甚至无父母的家庭，甚至老爸反对饮酒，安尼，赶一个查某囝。啊！伫去年12月，才选手写卡片给我，还佫画图，啊！我就感觉，诶，这内面毋是干呐，这个将伊这伊本牧师因囝是基督徒，内面可能还佫有几下个，因为内面有人写耶稣爱你，还佫有人写讲，我们努力为了荣耀上帝的名，诶，这人是基督徒，佮我写这个物件呢，啊！我就去来问，牧师对，我是基督徒。我三年级的时候，高三的时候，我就去洗礼。阿爸问讲：“啊，家里面有没有人受洗？”没有，只有我。啊，你在哪里受洗？伫玻璃。哦，玻璃，我就伫玻璃的时，啊，伫阿边离开时去啊，亚拔河接近。啊，你是不是红人高中毕业？对啊，我红人高中毕业。我们高三去哪里教？普济对面那个门岸教会受洗。所以我今天我来打电话去找门岸教会讲。啊！咱个教会有一个青年，家己来洗礼，啥物人去同我讲？伊讲会啦，总是我来讲较详细。妈妈是外籍新娘，啊，爸爸，咱就知影啦，娶外籍新娘迄个家庭，大概咱个印象是安尼，会饮酒，啊，后来伊来信主，爸爸真反对，后来爸爸去订婚，啊，去年圣诞节，我妈妈甲小弟。拢嘛来洗礼啊，拢嘛来洗礼啊！替咱台湾去世界提冠军的，后原住民，后单亲的家庭，后迄个无父母的，啊，后老爸看，啊，嘛甚至搁后过来一些两个查某囡仔，这个人共同的努力，背后为了那至高的荣耀，其中。有一句话我感觉真水，伊讲，这个阿嬷带这个查某孙仔大汉，啊伊讲要去拔河，啊但伊讲，做家做家就欠，对无？啊做人安怎？就爱变啦，变的意思是啥物话？吃白脸是无？变是啥意思？会晓安那？会晓认真，会晓拍拼。做家的欠，做人
这个教会应该都有一句话，伊讲，伊讲我这选手吼，拢唔大部分80%拢唔是真安尼加竞争模式，就是这假歹人囡仔来学这啦，跳舞，哎呀，啊所以吼，讲吼，咱唔通一直讲咱我歹呀，我歹呀。那哪里讲你哪哪话歹呀？歹在那发咯。哎，查某囡仔真干嘞哇！那个死嘞，粗白白啊嘞。讲咱是认认命，唔是认命认歹，咱是爱认这个分。你是经理路中的保护队的选手，啊，到底选拔了后，你是国家代表队的选手的身份，你是代表国家。所以，咱就爱认真的身份，咱做为了努力，做为了好。我感觉这句话就是咱的信仰。另外，大家因为信主，咱拢吃着上帝的啥物话，家己的身份，对无？咱认真的份，咱做为吃着一个大的家庭，咱做为了努力，做为泡饼。上帝在头前有陪伴，伊咧积极应邀的代志，有伊的应允。要予咱真去老年甲未来，无咱去一只树方，在咧生活，伊经验着真侪，咱知影毋捌经验着个代志。虽然有当时艰苦，老哇塞，总是背后咱看见上帝稳定足好个基础。最后我要甲咱三个来面对，即、這个坐岗正准吼，就是要予咱有同款个经验，同款个领受。耶稣甲学生。嘛，我坐港车船拄到风险，对无？哎，咱若无迄种的感受，咱就恶得体会着，也所以你会当了解吼。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内面真重要，多正侪肉体点伫咱的中间，满有稳定甲真理。也所以这个正侪人的关系，知影咱所拄到的一切，每一个人无同款的家庭背景。你的人生有拄到气馁，拄到创伤，就像今仔日的电视讲啦，你是不是会当将你的迄个空嘴变作是珍珠？我发变破了，迄个空嘴安尼听起来所在变作珍珠，那是对信仰内面，伫你的人生所拄到的代志，重新的定义，重新的解释，你我两个拢有活到软弱，啊甚至犯罪，甚至。沉沦，遐个代志，那得着主的安慰扶持，下面了遐个代志，你得爱有重新的解释，通过遮个，是不是真侪祝福的机会？啊，若无咱就免信仰啊，咱甲咱别人同款，你解释啊，哦，有个人的家庭离婚，有个人家庭不好，你待伫信仰内面。你个上帝的保守听着了，我爱去重新来解释这个代志。啊，这个对我去头前咧行的路有甚款的帮助？伊经过失败、痛苦了没？我有得到帮助无？然后我去头前变安怎行？所以，迄个志气的这个电影的英语解释叫 "Step Back to Glory"， 对得了，我头前迄个荣耀咧行，啊！我啊，这个教练是我第四代学生，我改把好，当伊第一遍2010年2月去摕室内的冠军了后，后来一年的九月去南非阁摕着室外的冠军，咱知影伫把好内面有三项重要性，就是室内锦标赛、室外锦标赛，阁一个是世界运动会。但是四年前你大会办世界运动会，歌谣对无？四年前的是这队根本还袂出名，佮另外一队，另外一队啊，迄、那个教练啊，早前二十年前，我带去一群学霸学生来爱考，啊，迄队的基本的 member 是咱中华关六角高中出来，啊，因为四年前去世文节冠军了。平均20多岁，有诶嘛爱结婚啦，有诶爱食头路，所以即个情况，迄个时间无遐尼好，啊，我前面安尼叫，所以伫两年外前，我就甲即个教练讲，你现在的目标就是往三冠王
室内也摕冠军，室外摕冠军，然后咧，你就来嗯，即、這个世界运动会来摕冠军，安尼就是以三角定律，以三项世界所有只比赛，你拢有得着。所以这个情况，伊才伊来进入咧。啊，恁知影吼，世界有两个真强的国家，一直要把咱救落来，一个是中国，一个是瑞典。咱知瑞典这个摩洛，这个伊捌连续摕五年。室外冠军，啊！伫去年教会去瑞士比赛时阵，这个教练对着咱的选手甲你讲，咱最后可能会对着瑞典，啊，真正拄着，啊，拄着的时候，头前最后三战两胜，第一场丢三分钟输啊，输，啊，输了后，教练又来真有信心来讲。咱还有两场要爱接，毋是头一场输，啊，再来第二场输，咱还有两场。啊，输的时伊在选手讲这项代志，伊讲，咱是两年前伫南非摕冠军，啊，含水电无降级，啊，恁今仔日降级，拄着，啊，伊用三分钟打篮球，咱就先来准备第，咱要甲伊拼六分钟，拼六分钟，水电。南路体格组真有力，包括你也真强，三分钟才能救，但是还有六分钟，啊！你一个开始就准备讲，我要用你的六分钟来努力，不怕什么？等选手用你的更加高的目标，六分钟来救的时候，讲救九分钟就赢了。但是要救九，我随便拢讲，哎，更加快嘞！他多少分？救三分钟他嘞，我就变死蛮救，快等救命！一分钟就叫叫人扭起了对了，到第三场伊就讲，哦，这是隔壁是搁换什么人，无甲靠这么厉害就对了。啊，到第三场游完一分外，咱就来扭得对。这是一个运动心理上真特别的一项代志。我在讲这个，你们听得懂意思吗？我把我的目标更加远，我要扭六分钟。我心情平静安稳，一个开心，我就是要救六分钟。我叫你讲，要不要救六分钟？来讲，我一分钟就来，来 OK 起来，对啦 ，OK。啊，你啦，一个开心讲，哦，今仔日啊吼，咱无到后面变三分钟，嘿，咱爱用一分钟来变，我讲，迄一个紧张落去了吼，啊，一个队伍啊啦，离啦，离啦。这个是伫拔河内面，在选手。新的经验，新的经验，所以这个教练郭振哦，就优秀起来，帮助人哦，伫人生境界调整的中间，安怎去平衡？你们听得真完。今仔咱读这章的圣经，有一句话真了解。你脚所，你脚就说大回的，都要吃着你的。咱话来话一句话讲，你的脚所走过的路，要吃着。来，咱中间捌出国旅游过无？捌无？捌有迄个自助旅行，安尼讲摕一张地图，摕一张地图吼，我拄则我伫遮，啊开始叫伊讲我要行去倒一个点，啊要安怎行，啊要行偌久？捌安尼摕地图去另外一个厕所的所在，家己行回家廿七百，有迄个有无？啊两个，无，还使？安尼还算一半，哦有无？安尼无？后面来淡水，你嘛得爱学样，安尼家己行。我咧讲，你来去旅游，拢互人带，啊，拢坐游览车，你后面家己你会晓行未？你唔知东西南北，对无？总是你若摕一张地图，你头一个想讲，我现在在哪里？我也记了，我是伫家己遮，对无？啊，当地遐开始来排队，诶，东西南北安怎排？对了后，我要去对一个所在，我爱一条遮排队。就是这种的观念，你的脚所行过的，你伫遐亲身有经验的，你知影，你安怎行这边那边，你看，你知影，起来要吃着你，你信仰内面就是咧帮助咱，有真济你亲身家己的经验，伫咱的记忆内面，唔是咧干那咧记别人所讲的代志，而是咧记真济财物，伫你的记忆内面，你著记讲。上帝在你的疼痛恩典里面，你给我亲身经验过的代志，
这是非常要，这是一世人的工作。像讲我教拔河二十年，尤其是我四十岁，教拔河，我开始咧好。前我是孤单，爸爸比较命过，因为甲师傅拢无完全无同，总是我经验着，认着师傅迄种的感觉，甚至认着师傅的老学生。所以我第二篇文章，第一篇文章写拔河的热情跟意义，第二篇文章我就写。拔河会让我流眼泪。我在讲这就是讲，迄、那个经你若无迄个经验，目屎就流袂出来。啊，迄、那个经验是啥？伫你的潜意识内面，你比别人对迄个较有感觉。信仰拄拄咧帮助咱念书、读圣经、祈祷，互咱的潜意识真丰富。当上帝为了咱平凡人的前景，某一件代志的时，你比别人较有感觉。啊！若佫进一步讲，你比别人较感动，较看到伊个眼光甲印象。所以咱今仔日只做礼拜，毋是讲要浪费时间，就是你丰富你个内在个生命，互你个潜意识去感悟。你对一项代志，你有感觉、有感动，然后啦，乐此不疲。真欢喜做，你袂感觉野神。啊，然后你伫迄个感觉内面，真侪你个兴趣，真侪上得互你比别人较有个天赋。啊，然后你吃到你的专业，还是吃到你的负担，还是吃到你人生的一个特色。啊，若无这个，你无。我是只要讲一项的感觉，互咱知影。咱伫受难救的时，特别甲主修行时，咱会讲主是一个无罪替咱罪来定性的，对无？哦，啊，因为伊受逼迫，咱就要逼迫，因为伊的受伤。咱伫个难处哦，哦，而且伫伊西安讲，我要讲二十年前，我两个囡仔，一个查某囝叫做伊思杰，叫做伊安，啊，伊安的耳朵中听，啊，两回事开始准备着个带出庭前。我伫1987年，二十五年前，我要对咱台湾建国关系代表的中央教会，啊，我是在二楼还是三楼？啊，二楼。是有几间房间，啊！在咧看物件，我是三楼咧看书法。忽然间，我个查某囝，啊，查某囝，伊是甲伊安差四岁，查某囝读幼稚园，啊，伊安到三岁尔，啊，遐大声喊，我，请你赶紧落来，过来，过来看，啊，迄个木迄个化妆台，迄个设备玻璃，啊！伫伊咧伫佚佗玻璃，姐姐知影讲佚佗玻璃危险。啊！我大声讲不可以，咱拿给我，咱拿囡仔吼。你伊伫手咧银玻璃，你若讲不可以，你若手我等下面拔耳朵。你愈来出来严啦，愈严愈烦啊，对不？你愈烦。这袂使啊！你怎奈硬强咧？你强咧？他的手就规挂袂干净。忽然间哦，这个姐姐啊！家己去摸玻璃，啊，提玻璃起来，啊，我一手捡玻璃，一手把伊的手踢开了，用我的手摸，啊，我把伊的手伸一下就对了。啊，这个伸这个一下吼，我感觉去想到这个圣经在，无罪替有罪啦，啊，担当迄个刑罚啦。啊！迄、那个弟弟吼、哦，看到姐姐提玻璃，爸爸来拍一下时阵吼，伊的手自然安那放开去。我今仔日伫修兰州，咱昨暝我踮特别个提起一个二十五年前，真个感觉。做一个基督徒，常常有当时来扮演这些的角色，无做会有做担当一个。啊，这就是信仰的经验，就是。你若过了，再来想的时阵，拢满有上帝的祝福。那无耶稣基督唔免定的是个，耶稣上帝在你顶面天顶做审判官好啊！你既然有认罪，安尼拢赦免你，赦免你。是，迄、那个过程，耶稣有惊，各个他人都无上帝的是个。真希望伫这礼拜中间，伫灵修中间，能体会到主的受苦，伊听。请咱请咱阿头来。万军的上帝，
今仔日，予阮三个组织去跟我教会一只敬拜去。早前，伫摩西过身去了后，你有竞选约书亚来做以色列的领导者。第四代，你拢有竞选人，你伫我的教会有竞选长老、执事，也有人做团体、信徒队、大敬拜的职务。有的人虽然无受竞选着，总是有缘。无论参加伫圣灵主日学，也是各团体内面，拢有缘会当扮演真好个角色。上帝完全用陪伴边，以你所予我的敬畏中间，做我应该要做的事，也应当做你的命。愿你生命在努力的过程，体会着主的你的恩典加予我们，伫背后为着我陪伴的应验的缘由。愿你感谢恩典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阿门。